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来玩这一款游戏呢，叫做《跳跃的宠物模拟器》哦。你没有听错，《跳跃的宠物模拟器》啊，好奇怪哦，应该就是跳来跳去的宠物模拟器吧？看到这边一堆人跳来跳去，感觉好像挺有趣的吧？然后再加上它的画风，其实也不难看呐，蛮可爱的啊、哦。所以说，老头就来玩看看吧。那这边有一只长得像柯基的，有一只猫咪跟兔子，我选柯基啊，这应该是柯基吧？怎么像猫又像柯基？我的天啊 ！OK， 拿到了第一只像猫又像柯基的宠物，然后免费转盘给你，这样是吗？好，那我转一下好了，看可以拿到什么东西。啊？药水是吧？然后哦，可以免费拿到350硬币，然后这是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多箱子可以给我开啊？加入啊！我之前就加过了吗？我为什么有加？发生什么事？我什么时候有加他们的群组啊？算了，见鬼了！然后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可以增加你的什么跳跃能力啊？哦，然后花多少？啊，我已经没了。等一下，这是花钻石还是花硬币啊？5K 应该是吧？然后这个是宠物扩充是吗？哦，了解。好，这是花我的钱钱啊。那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跳，是不是？它这边有个图案啊，跳，然后撕金币，哦，然后拿到蛋蛋，然后抽蛋蛋是不是？然后抽宠物解锁下一关是吗？应该是这个样子吧。然后我只能装备两个，来，我跳。哦，有啊，直接就这样跳起来啦。而且很帅，我在跳我的那个猫咪，有没有？那不是猫咪啊，柯基也会跟着翻滚这样，然后跳到这个乘以二的，直接算钱钱。哦，所以说我们只要每踩一朵云，我们都算钱是吗？然后这上面这是什么？啊，可以领东西这样子。好，哦，然后就直接把我弹上来这样，啊，我们就跟着跳就对了。跳跃的宠物模拟器，这个两边是长一样，只是这个颜色好像是银色的啊，跟宠物模拟器不一样。宠物模拟器是金色，它是银色的啊。来抽一颗好了，抽到了40哎、欸，还不错啊，21哎、欸，哇，再抽一次啊，猫咪，普通猫咪，再抽一次，柯基哎、欸，真的是柯基哎、欸，它真的是柯基哎、欸、，Oh my god！啊，装了两个之后是可以跳更高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反正有我就跳就对了，有我就装就对了。解锁下一关需要1000啊，自动跳，还有自动跳哦，跳啊，有这可以挂机，这个游戏可以挂机啊，怎么会有那个水滴雨啊？600R 水滴雨。啊，太坑了吧！15N 死神，那这跟宠物模拟器真的是惟妙惟肖呢，很像但是又比宠物模拟器还要便宜的感觉。我是觉得还蛮便宜的呢，老实说，你看它这个通行证，对啊，这个是乘以二的钻石嘛，三颗蛋的那个通行证嘛，快速抽蛋嘛，幸运，然后这可能是。Battle 自动跳啊！我已经有自动跳了，还说这是加强版啊？不知道啊，我不清楚。然后包包传送这样子，我现在就有自动跳了、为什么？免费送的吗？不知道。然后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等一下存够1000块，我就要去下一个区域了。啊，哦，我怎么还有后空翻？那么帅！哎呦，这跳一跳云不见，哇、我可以跳两下，我现在才发现我可以按两次空白键，居然吗？存了1000块了，来，耶、yeah, boy， 下一关，好，这个是乘以二，这边抽蛋就开始1000起跳了，怎么那么贵啊？来吧，抽一颗，看一下。那只驯鹿是怎样？它经历了什么？那个什么脸？不过还蛮可爱的啦，总比那个宠物模拟器好太多了。这真的是比较可爱。这是我玩宠物模拟器类似的系列以来，这个算是第二可爱的。
好不好？第一可爱就是 X 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真的第二可爱，抽一个，还真的是你啊！你经历了什么？啊，也太少了吧，十五。哎呀，我这样就1000块就没了。然后他转蛋直接在这边就有了、欸，其实还挺方便的，就是啊，对啊。然后传送这个是500，啊，我没有钱哦、喔，我有500啊，还是还啊，他是要钻石啊、喔，哇，这个也要这样子搞，真的是 啊，怎么又可以开了？哦，原来我没有加啦，所以说我开没东西啦，是不是？好，回来了，给多少？1900、1300，还有一个药水的那个加成，是不是？那、啊、这也有信箱哎、欸，这信箱吗？好像还没开放哎、欸，为什么没开放？不知道。哦，这边居然还有合成的，是不是？40%的几率啊、喔，50钻，他死了，2000多块钱，我们可以来两抽。啊，两抽一下，哦，中了一只狐狸，再来第二抽，两只都是狐狸啊！我已经没钱了，我穷了。哎、欸，这是多一段跳嘛？刚刚多一段跳啊，这5000不够。宠物的数量哦，250，这是可携带数量嘛？是不是？然后这是背包的数量，是不是？啊、真的呢？哇，直接50N 是怎样？所以我现在只能带3只。Oh my god， 好吧，有总比没有好啦。哎、欸，什么？35000？35K？好像是35000哎、欸。哇，太坑了吧！逼你氪金啊！我偏不。4623呢、欸？对啊，这个4623其实也算蛮多，算了，我花100啊好了，反正100啊真的也没多少。几十块而已吧，真的。老头是盘子，加15%的硬币，哎，哇，怎么感觉好像很不错呢？踩一下多少？嗯，等一下，是我看错吗？什么个位数？我有去错地方吗，兄弟？你这个……哦，我没有装，对不起 ，sorry， 宝。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看起来就挺舒服了，花了个100啊，整个就舒服起来了。然后这个游戏好像没办法交易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这游戏无法交易，所以也不能靠其他人帮你完成。这个哦，这个金币量看起来就真的挺舒服的啊！逼你花100R 增加游戏体验，这样子可以啦，我觉得算是蛮值得的。然后现在不知不觉我已经踩到了200000了，差这么多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这真的差很多哎、欸，差好多 ！Oh my god， 难怪他这边要放一台车啊！就跟你讲说。你最好是给我买哦，不然你过不了哦。真会赚钱，懂赚啊，商人啊。有了呢，第三关呢，哦，西部牛仔，死给。我看一下，这可以捡吗？有钱呢。我看到其他玩家了，哇，人家都金色了，我还在干嘛？这什么？3段跳才能过去。所以我要花，哎、欸，他到底是花钻石还是花硬币啊？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不够，所以我要3段跳。好，我已经有3段跳了。好，3500嘛，三万，好丑啊！怎么一个骆驼啊？啊，算了，都抽，看我现在钱多啊！狗狗警探，哎、欸，我抽到2%的，不会吧？等一下。哇塞，居然抽到2%！啊，你抽到2%，传说你好歹来一个特效之类的、啊，噔，像是那个宠物模拟器会一个超级特效吧？怎么你没有啊？对啊，那也不
好笑哦。啊，这个咧，这比较贵，银色的。我凑一下我就干了。水银啊，好啦，带这个一定会加很多。哦，跳太快了 ，sorry。他的二段跳很感应很奇怪哦。啊，算了，踩到了。哦，一次加好多钱哦，一万多啊，一万到两万。哦，马上到了这边呢，来凑一下这边的蛋好了，要多少？一个要五十万，坑啊！五十万啊，够我抽一个好不好？来了，五十万抽一颗，一发入魂，极冻鸟啊！怎么是你啊，海豹？哦哦哦哦哦，有个飞啊！不过968还蛮高的，就是了，好爽哦！好啦，个人是觉得这款游戏还不错玩啊，画风挺可爱的，而且它还会动。哎、欸，他们会动啊！啊，后面那只、欸、也会耶、欸！啊，只需要花100R，你的游戏体验就会大增。不花你就很痛苦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好啦，那试玩先到这里结束啦。一样，如果喜欢这个试玩系列的话呢，记得多多按下订阅、小铃铛，还有喜欢，还有分享。好，然后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，可以介绍给我，让我知道，好不好？这样子老头就会拍下一集给各位看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下一集游戏试玩再见啦，下一集拜拜。